好，我们看一下，这个是国产99绒喷布做出来的 N95 口罩，我们测试一下它的过滤纸。测试时间大概需要2分钟。好的，那结果出来了，我们这个口罩的过滤值是97.76，阻力是188.7，这个口罩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测一个，这是个比较差一点的口罩，我们测中它的一些数据。好，那好，已经检测完毕了，它过滤值有54%，阻力125。